在这方圆白丽的无人区，东台吉乃尔湖凭空出现，就像地狱的出口，连着天堂一样。它是那无尽荒凉的尽头，熬过漫长又孤寂的驾行，终能抵达。那抹温柔的绿，就像童年最爱的薄荷糖，夹着淡淡的盐香，从眼睛到舌尖，招人忘忧。 是青海的马尔代夫，那我也去过马尔代夫，我觉得颜色和马尔代夫非常相近，但是它其实跟马尔代夫本质上是有区别的。所以它的区别是什么呢？我想一个是更靠近海洋，一个是更靠近天空。我个人觉得东台吉乃尔湖是我一路上听到的最美的景点。大家到甘肃青海的自驾，这个景点一定要来，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东台吉乃尔湖。这个地方就是跟马尔代夫一样，都是历史必去的地方。